一向都好少成交嘅中環寫字樓咧，近期有兩個細單位成交，好想同大家快啲分享一下。一個咧就是美國銀行中心19樓15號室，咁講緊1375呎，哇！咁呢個買家咧一睇到好中意，係預計買嚟自己用，咁啊即刻用36800，接近37000蚊一尺去買入。第二個咧就是核心皇后大道中，是振邦大廈呢、這個老牌大廈咧，有個細單位出現啊，咁啊講緊7樓05室，有805呎，哇！個買家一睇到好中意，買嚟收租，預計咧係收到30幾蚊呎，有成2.4厘嘅回報，買咗好開心。咁所以近期咧都唔少買家出嚟睇貨啊，咁啊空置率高有交吉單位咧，就反而造就到咧有啲買家可以買嚟自己用，亦都有啲買嚟收租，都係好開心嘅。咁啊，因為時間關係趕住開會，今日同大家傾住咁多先。